情绪异动就会使星辰颤动，极端情况下不就会影响咱们天劫天象吗？哎，莫不是小玄伤遇到什么极端情况了？这味道这么浓郁，你吃了多少啊？嗯，才一个，才一个就让本君失去理智，少点用心，你心智竟如此不坚。 昨天晚上那事儿要挟他，他终究有口难辩，他肯定会把令牌给你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
这件事儿啊，这样就这样了。就这，本公主才不会跟那寻常女子一样。哎呦，哭哭啼啼的，还要找后掌。再说了，这天剑难不成就她一个人有令牌？啊，那谁上头给你令牌？你说说。哎，这不是来了吗？嫂嫂，江恒，快来！江恒弟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是来向兄长递交功课的。嫂嫂可也是来看兄长的。我一早起来就觉得特别的饿，我想来找你哥要点吃食。结果呢，你哥他不在店里。不在？嗯。那嫂嫂稍等，我这就让仙使送些糕点来。哎，不用了。嗯，糕点我已经有了，你呢，帮我去弄点美酒来就行。哎，当然这个亲戚酒就算了啊。嫂嫂说的可是酒神少康酿的酒，可以让人头晕目眩、山公倒仔的那种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你去取酒，我去主食，我们天趴月见。好。